约和 Peter 的了解，他们不会轻易把你放走。你放心，不管他们怎么刁难你，我来帮你摆平。你现在的困境呢，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机会而已。我目前正在好莱坞跟几家公司洽谈，他们对你都非常感兴趣。这几个片子呢，哪怕我们只签下一部，绝对是你演艺生涯的新契机。明娜，谢谢你的好意。哎，先别着急拒绝我，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我们之间合作的事。毕竟我们是小布丁的父母，我希望你好。最后问一句，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认回小布丁？你是小布丁的妈妈，在这一点上谁也改变不了。不过在这之前，小布丁一直认为我的哥哥嫂子才是他的亲生父母。如果在这个时间突然间告诉他这个事实，我怕他会接受不了。那能让我多多见见他吗？我真的真的太想他了。你放心，我会找机会的。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你能多跟他相处，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他需要别人的陪伴。好了，那我先走了。苏欣。你一定会更好的。明娜姐，把这些照片发出去，晚一点呢，把之前我们准备好的深扒我们两个人早年感情的那个八卦帖子也给发出去。好。你确定真的是他接的电话吗？你肯定是他接的电话吗？我确定。走走走，报警去，报警去。哎哎哎，坐下坐下，别冲动，千万别着急，报警也要讲证据的。他有没有心脏病我不知道，我是快被吓出心脏病了。给你个奖励吧，怎么样？啊，不用不用不用。什么奖励啊？我下一部小说就用庆平的名字做男主角，怎么样？啊，就这样啊。我先去找人化验这个。我跟你一块儿。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问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膳食习惯？我今天不是来吃饭的，是来见人的。请坐吧，孙小姐。你好，我叫米娜。我听苏星提起过你，开门见山的说吧，我就是小布丁的母亲。去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回来跟苏星一起给他庆祝，结果还被媒体拍到了，给他惹了不少麻烦。原来是你啊。就是我。
我不知道苏星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们俩的感情。总而言之呢，我们有一个7年之约，我承诺过他，小布丁7岁的时候我会回国，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孙小姐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这些事情我还是亲口听苏星说比较好。那是肯定的，不过看来苏星什么都没有跟你说。也对，那毕竟是关于我们两个的约定，我想他也不会跟一个外人说吧。既然是你们的约定，那我建议你还是去找当事人。我还有事情要忙，如果你想要用餐的话，欢迎你。孙小姐，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女人，我也不想你太难堪。这男人嘛，有些话他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想你还是自己主动退出比较好一点。不过如果你执意不肯接受这个现实，那么今后万一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我先提前跟你说句抱歉。还有，真的想帮他，不是有你这种办法的。明天呢，我约了陈科跟苏星一起过来吃饭，那么菜单的设计就交给你这个专业人士了，拜托。来了，还记得这首歌吗？当然记得，我人生里录的第一首歌。那个时候你就用夸张的修辞方式来鼓励我，忽悠我说白金唱片一定是我。那时候你天天追着问我歌写的怎么样，第一时间把新歌唱给我听。后来呢，我总打击你，我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演戏，别分太多的精力。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你就特别有商业头脑。果不其然，唱片行业不景气，影视行业越来越红。等一下啊，还记得这瓶酒吗？那天咱俩让人灌了整整12瓶，实在是喝不下去了，人老板说了，不喝就是不给面子。你倒好，来了一句打包。咱们俩呀，喝的是天南海北都分不清楚了。你还抱着这瓶酒回家了？就是这句打包让我们有了第一代生命。是是是，虽然我总说我为了你绞尽脑汁操碎了心才帮你争取到这个机会。苏总，其实很多机会都是你自己争取的，如果你没有那个才华，我再努力也做不到。今天把这瓶酒开了喝了，欠了快10年的酒债该还了。之前不是说好的吗？等我人生中第一次拿到国际大奖的时候再开。怎么对我没信心，觉得我不会有这一天了？苏总，你是我带过最有才华最有实力的艺人，可惜我自己搞砸了，我知道。刚才开会讨论的新菜品，我真的觉得很可行。还有，我在上海马上不是要开家分店吗？有空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考察考察。小爱，小爱，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我刚才开会看你好像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你要不要休假几天？不用，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发生什么了？我想回去了。我送你吧。今天我突然想到一句话，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前尘往事，浮云过，回首遗忘。一千年，彼得，咱俩走到今天，谁也不怨谁。真的，如果当初没有你，就不会有我。如果当初没有我的话，也就没有你。其实我挺害怕去回忆我们当初那段心酸的往事，我怕我想起来的时候我会哭。可是这段时间总是不经意的去回忆。可有意思的是，我发现笑比泪多。多单纯啊！这一路走过来，我呢，被这些光怪陆离的场景所蒙蔽了双眼，而你，却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蒙蔽了内心。哎呀，彼得，还记得我们俩认识的第一天，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说我想做一名好的演员。我知道你是公司的人，为公司做事儿，你也是身不由己。我知道你是想着我的，可是我想告诉你，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要成为一名演员的梦想。这瓶酒你好好留着。会有打开的那一天。苏星，你恨我吗？我从来就没恨过你。就像你跟我说过，你从来都没有害过我一样，而且要不是你借给我钱，我们全家早就搬回老宅去了。谢谢你，皮特。米娜回来了，你现在的经纪约还在斯戴尔，小心一点，别让老徐抓住对付你的把柄。小安，垂头丧气可不是你的风格啊。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没有什么事情能把你击倒，
还有，你现在真的幸福了吗？如果他欺负你，让你不开心的话，我……谢谢你送我女朋友回家。来。我今天有点累了，身体不大舒服。你有什么话的话，你想好了再跟我说。我就先走了。苏醒，我不知道你跟小爱发生了什么，但如果你让小爱不开心，或者过得不幸福的话，我是不会原谅你的，而且我是不会放弃小爱的。好久不见，敏娜，你那个异能战警票房那么好，我都替你高兴，想着亲口跟你说一句恭喜，怕你早就把我拉入黑名单了。怎么会呢？不过你的恭喜我收到了，谢谢。客气寒暄的话就不说了，我今天是有正事要找你谈。你肯定想过一百种我回国的理由，但是我敢打赌，真实的这一种你一定想不到。你说说。我想跟你合作，共同来经营苏星的演艺事业。坦白说吧，我有很多的海外资源等着苏星去拓展，包括异能战警系列的导演 Jennison， 他很看好的。不过你也知道，苏星现在的状况，如果不把国内的名声提起来，一切都是徒劳。好，既然你这么直接，那我也不瞒你了。Style 现在没有多余的资源给苏星，老薛呢，又让我带新人，我是分身乏术，没办法帮你搭建让苏星翻身的关系网。我怎么可能麻烦 Peter 哥你呢？我的意思是，苏星的演艺合约还在你们 Style 手上，我只想要你一个授权，也就是说，苏星演艺合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他结束，他的工作由我来安排。那结束之后呢？如果我能重新把他推回到一线，那将来我跟你将共同持有他的新合约。我说的是我跟你，不是我跟 Style。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琳娜，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你不可能让我现在回答你吧？当然不能了。不过也希望你能快一点决定，毕竟苏欣一天值多少钱，你比我清楚。进来啊，姐，你怎么还没睡啊？要睡了。姐，睡觉前不能郁闷，要不然肯定会做噩梦的。苏星是不是又欺负你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跟宇轩交往的过程中，有没有时候你会感到有一种无力感？你什么意思？哪方面的无力？就是你明知道他很想要一个东西，可是你就算尽了全力，你也没有办法给他。
但别人却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帮他拿到。你有情敌了？啊，你回答我的问题，在瞎猜什么？问题第一呢，雨轩能说出来的要求都很简单。第二，他要是真正想要的东西他不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喜欢的人他追求的跟喜爱的东西你完全都不懂，那怎么办？不懂就学呀。你看雨轩喜欢骑摩托觉得很酷，那我就从自行车开始。他觉得潜水有意思，我就学游泳，没什么大不了的。苏星是不是给你什么压力了？他因为你去找陈科被拍的事情怪你了是吧？我就知道他这个人不好，跟我们不是一路人。还是我师父靠谱。你不要老是用有色眼镜看他好不好？他才没有怪我，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这样让我觉得更内疚。还有，你那个师傅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是纪氏集团的继承人。什么？他是纪氏集团的继承人？那他让我请客吃饭，太不要脸了！他太不要脸了，超级富二代，装什么老百姓啊？他太过分了，他这个演技比苏星都强。你到底又扯到哪里去了？哎，我要是有个妹妹该多好，还可以跟我讲点贴心的话。哎，靠不靠谱不分男女吗？你要是真有个亲妹妹像朱莉，那不也气死你？不准那么说啊，她跟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而且她其实人也不坏，就是在这种功利环境下待太久了，心态难免会有些转变。你在干嘛？当然是抱饭票的大腿呢。说到朱莉，我还真替她有点可惜。你说啊，一开始跟着苏星，现在又贴着齐月，不就为了想得到机会吗？现在的好，结果我们家里天天出现一个隐形富二代，他还不知道，白白浪费一个机会。不行，不知道就算了，现在知道了，我一定让他送我装备，请我吃饭。苏星啊，哎，何生，怎么了？啊，那新闻我看了，我怕你妈看见了，着急上火。我想约她跟几个老朋友上郊区玩两天。何生，谢谢你啊，我们路上小心。
喂，你呢？怎么了？今天。蛋糕，今天能给我做一个吗？爱你哦。和谁说话呢？嗯？啊，我在学魔法呢。学魔法？草莓马上就好。小爱阿姨，我想吃你做的蛋糕，今天能给我做一个吗？爱你哦。没有一样药物是用来治疗心脏病的，没错，都是一些肌酸、维生素、支链氨基酸什么的。哎呀，总之都是为了达到最好健身效果的保健品。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推理都是正确的，他根本就没有心脏病，而且电话也是他删除的。哎，那这样我们可以报警了吗？但是证据还是太少，我怕万一没有给他致命一击，还让他有了防备，那我们就更难对付他了。人见自有天收，新哥对他这么好，没想到这样害新哥，他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争了半天的西江冷月，被导演剪了一半的戏，活该。小布丁，看看谁来了。阿姨好，小布丁，你还认得阿姨啊？您就是那个每年来给我过生日的漂亮阿姨吗？哎呀，小布丁真聪明。那你叔叔有没有告诉你，阿姨很早就认识你了？有多久？那真的很久了。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阿姨就认识你喽。嘿，阿姨知道你喜欢哈利波特，所以特意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给你带了这个礼物，看看是什么。还不谢谢阿姨？谢谢漂亮阿姨。永远不要跟阿姨说谢谢，以后小布丁喜欢什么，阿姨都给你，好不好？嗯嗯。会玩吗？那你玩一个，玩一个给阿姨看看。来了，小爱，你怎么来了？小布丁说他想吃这个。小爱阿姨，快来快来，快进来快进来，小爱阿姨。快进来，小阿姨，快快点儿！这是漂亮阿姨送给我的魔法棒，小爱阿姨变兔兔。你好，米娜，这位就是苏小爱。哦，很高兴见到你。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小爱，苏星，他不会是因为看了新闻不高兴了吧？我陪小布丁玩，你跟他解释解释。阿姨，小爱阿姨怎么了？阿姨明天邀请你去玩，好吗？小爱，慢点，小爱，你别走，小爱，小爱，小爱，你听我给你解释。为什么要骗我？我没有骗你，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如果他要不回来，你是不是要骗我一辈子？我承认，是我的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经历过方鹏的事之后，我真的怕你对爱情不信任或者患得患失，所以我怕告诉你之后你会接受不了。所以你就骗我。小爱，我真的错了，小爱，小爱，我真的。有什么事咱回去再说，好不好？你是谁？好不好？走，咱回去。不要！你不是说过跟我在一起之后就不想要躲躲藏藏的吗？看来你还是做不到。我说过，等你想清楚以后，你再来跟我说，我一句谎话都不想听。小爱。27减14等于多少？27减14等于13。小布丁，小布丁好聪明。去，把阿姨送你的东西拿上楼。哦。没事吧？偷拍的事情是不是你安排的？当然不是了，应该是 Peter， 他知道我回国肯定会盯着我的。你一向尊重我的选择，我也尊重你的选择，所以你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不过作为一个老朋友，一个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人，我要说两句你不爱听的话。你说。你觉得他适合你吗？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新闻的事就跟你翻脸，那你们会幸福吗？你现在的低潮只是暂时的，等我帮你翻身，你还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到时候他会接受每天活在闪光灯下的生活吗？这个不用你考虑。好，我多嘴。明天我想带小布丁去游戏厅，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一块儿吧。保护工作要做好，我不想让他受伤害。当然，没有人能伤害到我儿子。我约了乘客一起吃饭，你一块儿来吧。我知道你想上他的戏，他跟我私交很好。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当然不会。我应该谢谢你。说吧，晚上在什么地方？朋友介绍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乘客一定会喜欢的。两位里边请。你们稍坐一下，我去准备餐点。小爱。不好意思啊，我只是听说乘客身体不好，注重养生，所以想用药膳来表达我们的诚意。可我没想到孙小爱在这儿工作，给你添麻烦了。没关系，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上次请导演直访也是这儿。哎呀，你呢？你好，你好。我还以为我们能在美国见面。是啊，好久不见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国内了。哎，服务员，麻烦帮我们拍张照。好，来来，好，来。
你的戏份被删成这样，还跟我谈什么双男主？你连男二都够不上啊！啊，太过分了。于娇翘回美国了，没有接我电话。于总呢？说什么参加国外的电影节，少说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够回来。一个月？我这个戏份，一个星期就拍完了。七月，你先回剧组吧，我会找夏芳谈一谈，适当的时候给你加点戏。那我先回去了。喂，关于你的提议呢，我们可以再谈一谈。好。哎呀，你看你们俩还是那么默契，约我吃饭都在同一家餐馆。不过对于米娜这次敢于突破自己花瓶的功能，确实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你这么关注我的作品啊，那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小艾，这个时候如果是电影的话，此时一定下着乔雨，然后我不顾李俊的反对，拿着喇叭大声对你说我错了，然后你奋不顾身地冲进雨里，跟我深情地拥吻。可是今晚真的很遗憾，天公不作美，今夜的星光璀璨。而且说实话，我也没钱租洒水车。再说我也怕邻居们去报警，所以那些浮夸的都省略了。小艾，我求你原谅我，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向你坦白好吗？我真的错了。小艾，你稍微给我一些反应可以吗？比如你拉拉窗帘，或者你开关灯一下也可以啊。你别不说话。苏西。黑夜所以那么黑，星星看来更闪亮，插进最深的土壤，会开出不败的花，来不及就遗忘。他们捕捉我的光，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在这座城市围墙，在这规则的广场，陪着我两个人乘风破浪。星空下的你啊，有最暖的心脏，就算我的梦做的跌宕，又能怎么样？
装，在这座城市围墙，在这规则的广场。